晚上好，也许是早上还好。是这样子，我来聊一下这个星链计划。我一直非常期待这个星链计划，Starlink 是由这个伊隆马斯克他的公司 SpaceX 的一个项目是吧？叫做 Starlink。他的这个计划是这样子啊，他说在这个外太空发射很多很多颗卫星。然后部署一个遍布全球的，除了南北极之外的全球的其他地方的一个网络，给这个主要是服务于偏远地区，因为在国外的话，在中国可能这个偏远地区的这个网络覆盖宽带的覆盖也比较好，但是在其他国家，即便是美国是吧，在它的农村或者偏远地区，它是没有网络的，或者有网络，网速也比较慢。价钱比较高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在非洲有很多国家肯定是，这就非常困难了。还有一个在印尼啊、菲律宾啊这种岛屿国家，岛屿众多的国家的话，那它的其他岛屿上的这个网络覆盖是非常是差的。所以说，这个星链计划如果说它用卫星能覆盖这些区域，能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网络的话，那它的意义是巨大的。那我们说，卫星网络是已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年了，对吧？通过卫星上网，那为什么现在说马斯克的这个星链计划的这个网络，它的卫星这个网络有什么区别？实际上说它是发射在低轨卫星，低轨的，它发射都是低轨卫星，大概是500多公里，距地球500多公里。以前传统的网络的话，地球同步卫星的话只在35000多公里这个高度，35000到500。公里对吧？大概只有1/70，大概是1/70。如果说这高度只有1/70，那就说明它延迟，信号的延迟也是1/70。这就是重大的意义来了，因为在3万多公里的时候，它的延迟，大概是0.5秒，人就有明显的感觉了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看，很多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，央视的采访的时候，看到说。他通过卫星电话进行采访嘛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主持人问远方的这个现场的主持人，那个对方要过一会儿才能反应过来，你能明显的感到这个延迟，对吧？但是现在低轨卫星的话，这个延迟就是大大的缩小了，几十毫秒吧，20-30毫秒，大概是啊，就是说也不是20-30毫秒，就是说端对端的延迟，就是说从你访问这个网站，这不光是从地面到卫星的延迟了，是吧？就是从你一般来说访问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假如你是一个 Starlink 的用户，你的电脑首先要访问到这个，你头顶的这个卫星，对吧？你的信号发射到那儿去，然后再从这个卫星，它还要再路由走到，就是你要访问的网站那儿去，对吧？你访问的网站发出一个请求给那个网站，网站会反馈你的请求回来，你看到说。从你这到卫星，从卫星下来到那个网站，对吧？从那网站再返回到卫星，再从卫星再回来，这样说这个网站离你不远的情况下，你们俩都用同一个卫星的情况下，就是要4次往返这个，卫星，对不对？大概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这样的结果，它也几十毫秒在之内啊，几十毫秒之内就可以解决了。但是刚才咱们说那个卫星是0.5秒，对吧？极大的缩短了这个，然后的话，其实 Starlink 除了这个之外，我觉得还有很多好处，非常多的好处。它是革命性的变化啊，因为我是网络工程师嘛，我说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它的革命性的变化处于几点啊？一个是说它遍布了所有的这个海洋呀、岛屿呀、偏远地区，这个就说是一个痛点啊，就解决业界一个痛点，就说。你像说这种偏远地区，它的网络现在的覆盖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差的，或者非常昂贵的，然后，效果又不好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 Starlink 它能提供又便宜又快的网络，对吧？那利益显而易见嘛，对不对？OK，还有一个，那它不是偏远地区，城市里面的能不能覆盖？城市里面也可以覆盖，一般的看法认为啊。
如果说我们要覆盖城市的话，就会有个问题，就是城市用户众多，太多太多了， Starlink 它不可能，它能就是说它的容量能覆盖整个城市所有用户，对吧？但是它也不是零啊，对吧？它不是100%能覆盖所有用户，但是它也不是零啊，它也不是0%，对吧？它可能是5%、10%，不管它这数是多少，那它也能覆盖一些城市的用户。行，那我们来看看说它的意义在于哪儿呢？它每个月是99美元，好像是99美元吧，它的就是每月的上网费用是99美元。实际上这个费用应该是高于一般的宽带用户的费用。城市的用户一般来说他可能没有必要选择这个 Starlink， 对吧？他本人就有网络嘛。那好，谁会选择 Starlink？ 城市用户谁会选择 Starlink？ 运营商呀，运营商会选择，对吧？如果说 Starlink 的带宽是有保障的，而又便宜，对运营商来说就是不要钱一样的，对吧？运营商假如他有一个 1G 带宽，他覆盖很多用户，对吧？但是他也要带宽出口上互联网，他那个是很贵的，对他来说，对不对？现在好了， Starlink 来了，那我假如我是个运营商，那行吧，我买上10个、20个、100个、200个，对吧？看我用户的多少嘛。假如说我是这个城市，我有100万户。用户，100户用户，那我可能100万户啊，那我买上100个 Starlink 的终端，我是运营商，当然我有地方部署了，对吧？城市里面你说有障碍，那没关系啊，我去哪儿？我放到这种高楼上，对吧？而且我遍布这个我的这个宽带用户的所有的区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Starlink 这个。这个卫星网络它有可能受天气影响，对吧？那我既然我是个运营商，我的用户就覆盖一定的区域，对吧？我把这个 Starlink 的这个，那我的说明我的网络就覆盖了这些区域，我把这个 Starlink 这些卫星的接收器，对吧？这些锅我就遍布在我的这个用户的区域。假如那我有可能我不是一个城市，对吧？我可能覆盖很多城市啊，对吧？那我把这些锅都架上之后，就说这个恶劣天气不可能说它会影响到我所有的卫星接收器，对吧？这些锅只要说有些能用，那我的这个网络就不会断，对不对？那你想想说，就说这是从网络技术上来实现要做这个工作啊，就是把它遍布在这个全国的范围内，或者一个城市的范围内，或者一个省的范围内，或者很大一个区域内，对吧？就说它尽量讲你恶劣天气的它的影响，对吧？有这个出口，那你想想，对于运营商来说，他以前要耗巨资买的这个互联网的接口带宽，现在他好了，他用 Starlink 一下子便宜了，对吧？这个便宜就会对他带来相对的竞争优势，因为其他的运营商呢，他们成本没有降，对吧？那我就会有巨大的竞争优势，所以说他们也会去，其他运营商他也肯定也会去接入这个 Starlink。因为以这种方式嘛，即便不是以主要以这种方式来接入互联网，那它也可以用它来做备份，对吧？或者做个负载均衡嘛，对不对？这是非常好，对运营商来说简直太好了。所以说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解决了又一个问题是什么？ Starlink 和这些运营商的互联，对不对？这些运营商会积极和 Starlink 去互联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，实际上 Starlink 也不用，就我们不用担心 Starlink 的落地，对吧？说你跟卫星互联了，对吧？那你说我最终要访问的这些网站呀，它在哪儿，是吧？我用微信通信啊，什么这个我对端的服务器在哪儿，对吧？那它这个这些服务器一般来说都在云里面，在哪儿呢？比如说几个大的云啊，国际上几个大的云的话，一个是亚马逊的云，一个是谷歌的，一个是微软的。肯定是三个主要比较大的，如果在中国的话，可能是阿里啊、腾讯啊、什么等等之类的，主要是阿里，是吧？我前些天我看到了一个 Starlink 和谷歌、Starlink 和微软的战略合作协议，我发现老外做事太牛逼了，太牛逼了，为啥呢？为啥呢？我刚才说这些网站、这些服务器啊什么之类，它放在云里面，它放在谷歌上，对吧？它放在微软上面，
的语音里面，对吧？现在 Starlink 这两个有战略合作协议了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把它的 Starlink 的地面接收站 Ground Station 就放到这个谷歌的数据中心。哈哈，你想是什么？我想跟你说的是啊，就是说 Starlink 的用户他的数据发到这个卫星上，对吧？通过卫星之间在路由，最终走到了这个谷歌的数据中心，到了谷歌数据中心就是服务器所在地，简直完美，简直完美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当然不是100%的服务器都在谷歌的服务器上的云上，对吧？还有一些是在微软的云上，还有一些是在亚马逊的云上。亚马逊的云上绕事儿，费事儿点，它要路由到那儿。但是谷歌、微软，它就直接到这个服务器上，就直接到这个数据中心了。它的卫星下来的数据，就它的地面站就在谷歌的数据中心，就在微软的数据中心，简直太他妈完美了。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是为什么 Starlink 会比较好，竞争相对竞争优势嘛，对吧？它跟谁比呢？就是跟现有的互联网比。Starlink 它现在它建了一个新的，在天上建了一个网，对吧？那跟现有的互联网比的话，我们看看它的优缺点是什么。Starlink 最终的话，它会发射42000颗卫星，它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大网，新建的，对吧？由从无到有新建的，那。它刚建好的时候，说明它是最优化的，它的设计嘛，对吧？按照它的设计，它刚做好的一个网，而且它跟所有的运营商的互联，它跟谷歌呀、跟微软的互联，对吧？它都是它的最开始的，它都设计好的。那它这个网络的效率是极高的，对吧？这是一个。那你看看它现有互联网，现有的互联网，咱们现在用的这个互联网它是怎么连的？它有无数的运营商。它有无数的运营商，在运营商某些运营商之间它有互联，对吧？有很多运营商之间没有互联，它要通过其他运营商，对吧？它有一条它到了其他运营商，再从其他运营商再到运营商，所以说对它来说，它要访问最终的服务器的时候，它可能要跨好几个运营商，它要经过很多条这样的一个。还有一个，它网络本身是由不同的组织来运维的，每个运营商是单独的，对吧？就是你想说这两个网络的结构的优劣一比较显而易见了，对不对？ Starlink 的运营商之间，假如说 Starlink 我要访问其他的运营商的啊，就是说这个数据不在谷歌的服务中数据中心，也不在微软的数据中心，对吧？跟 Starlink 没有直接互联，没有直接合作协议的，那很有可能它经过两跳就到了。为啥呢？对吧？我是这个用户的，我是这个运营商 A， 运营商 A 的用户，对吧？我通过 Starlink， 他跟运营商，大概率他会跟 Starlink 有互联，对吧？我们说他出口很便宜嘛， Starlink 出口很便宜，那行，我经过一跳到了 Starlink 的网络上了，我再路由到我最终要到的那个服务器所在的运营商的网络，就两跳就够了。之前那个运营商那个互联网又需要多少条？不知道需要多少条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效率是极高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我相信说随着 Starlink 的部署啊，就说可能说，因为你能看出两个大网这个效率的优劣，对吧？就说有一个效率这么高的延迟很小，有一个是妈的管理很复杂，跨了很多个运营商，这是它的区别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另外再补充一点，就是说那我们说现有的这个网络啊，现有的互联网，它很多地方都是光缆互联的嘛，对吧？哎，光的在光缆里面跑的这个速度，对吧？那你通过 Starlink 你要发射到天上，对吧？你还是最终要回来嘛，对吧？你的物理的距离，比如说我在地球上这个距离，就我用户 A， 我访问到我的这个服务器，我服务器在一个1000公里之外的一个地方，对吧？那你从传统互联网和走这个Starlink， 那我们说从物理层面上来看的话，那你说那就相当于说走传统运营商的网络的话，那我就说我的光走了1000公里，大概是吧，从光缆走1000公里。然后从 Starlink 的话是什么？就说那我走到卫星上，对吧？然后再从卫星上走到对方的卫星上，
就目的地的上端上上头的卫星上，头上的卫星上是吧？那个是1000公里，但是我走到卫星上，从卫星再回来，这个是多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变成2000公里了。那你说这种情况下，它在物理传输的这种速率，对吧？传统运营商的网络就会更快一些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说，假如说这个距离是1000公里的时候，对吧？1000公里左右的时候，这两个速率是相当的。这两个速率啊，跑的速度是相当的，因为光在光缆里面、光纤里面传输的速度，它并不是光在真空里面传过的速度。我们知道光的速度是多少？3×10^8对吧？但这指的是在真空中传输的速度，在光缆里面是速度是多少？大概是它的1/2，不到1/2这样子。那好，那我们说 Starlink 是它在空气中传播，对吧？它也不是真空，它在空气中传播。然后在卫星之间的话，它也是在空气之中传播，但是在那时候空气就很稀薄了，对吧？微薄了。这两种情况下，光的速度都约等于真空下的速度。那你想说 Starlink 用到的这信号传输的这个速度是光缆里面的2倍，速率是2倍。所以说大概这个临界点在哪儿，是吧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访问的这个服务器离你大概1000公里啊，大概1300-1400公里吧，这个距离啊，在这个你要说这个距离小于这个数值的话，你走光缆直接更快。但是如果说你高于这个1400公里的话，你走 Starlink 更快。这是个意外惊喜，是吧？那你说，哎，中美光缆，对吧？从中国到美国的光缆直接走就是光缆，它就是一条直线，基本上来说，对吧？但是 Starlink 会比它更快，因为它的光速在空气中的光速约等于真空中的光速，对吧？而你的光速只有50%的光速，真空中的光速，这样子一个。怎么样 ？Starlink 非常非常期待 Starlink 的落地。Starlink 现在的情况啊，现在它已经有多少个用户了？不是，在多少国家可以落地了？我今天查的数据大概是，今天是2021年9月22号，22号吧。现在是19个用户，19个国家，但是现在还处于Starlink 的测试阶段，叫 beta。这样子，它还起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，叫做 Better than Nothing， 因为它还在处于测试阶段嘛，对吧？它的在卫星并没有完全部署，它这个现在部署1000多颗，不到2000颗卫星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它的它用于这个卫星之间通讯的这些卫星，它现在才刚刚开始部署。它的卫星不太一样，是吧？它就分好几类卫星，就是卫星之间它要用激光通讯。哎，这种卫星它才刚刚开始部署，这样子说它现在就可以逐渐覆盖一些岛屿国家了，就说没有地面站了，这种是吧？不需要地面站的这些，它就现在可以做了。最新的一个国家是日本大概是2022年可以用，但是说那说明一点啊，就是说它已经通过了日本的这个申请，像日本的什么工信部啊什么申请，对吧？它的这个。卫星的这个 Starlink 可以覆盖到日本用户，就是你要覆盖日本的用户，或者你覆盖其他国家的用户的时候，你都是需要符合人家的法律准许的，对吧？他都在，其实各个国家都在申请这样子。在 Twitter 上有人问伊隆马斯克，问马斯克说什么时候你能在印度落地啊？我也想问一下他，你什么时候能在印尼落地？马斯克说正在向印度申请嘛，其他国家也是类似的，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。那他，我觉得大概率是申请不到中国的牌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用 Starlink， 就跟中国的防火墙没有关系了，对吧 ？The Great Firewall 就没有关系了。行，我今天就说这么多，大概20分钟。